觉得你，反正你的对他的印象完全180度对啊，改对啊，真的，我是这样的人哦、喔，没错啊，不是啊，我也是、啊，我本来是挺他的、啊，我本来很挺他、喔，对啊，结果因为这样子我就不要这样，就是自觉的就完全就不想用他，非常讨厌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这种应该是说啦，就是讨厌归讨厌的，嗯，然后事实上我们不要讲说，如果就是说这个可能比喻不太一样，就是做生意，可能你信，对你是放在心里，你也就算你有宗教信仰，你也不能太信，对，就像那个妈祖鸡啊，你不要去弄一个妈祖鸡，因为你那个你还是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啊，不过买你东西啊，去做一块啊，对啊。对啊罐头鸡，活鸡耶！对啊，我给你那个中坛禅师，中坛禅师。没有，我觉得他那个对的。那我如果出一只叫到民进鸡嘞，民进党的鸡啊，对啊。那我当然政党那个更那个啦，更明显。哦，这是刚看是什么？